他那个下载啊，就只是复习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这个有写过，所以一样很熟嘛，考试都有写过这些东西了啊。那再来的话呢，啊这边为什么简易哈？其实主要是你可以用那个 Notepad 加加按右键，或者你用其他软体打开应该也可以的。我习惯用 Notepad 加加，你会发现哦，它这个最后居然会多一个那个空的那个哈，空的资料在这里。哦，OK。所以有的时候是可能要稍微看一下它那个档案的结构哈。好，那再来的话，如果说我今天哦，不需要直接去点下载，而是说呢，直接抓这个按右键复制它的连接，那并且配合什么？配合那个 request 好 request 那个模组，它里面有个方法叫 get，然后给它网址放在那边，它就帮你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先帮你把它下载到一个变数里面，好，啊，你再把那变数里面的那个物件变数里面的那个 test 属性里面的东西抓回来，啊，但是呢，你可能 encoding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 UTF-8 哈，啊，这个其实我在云端上有放一个范本的，其实就这个哈，等于是说这三行取代成这四行就可以了，好，把它 Ctrl C 一下。不过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应该不难记啊。你就把这三行哈，把它改成什么？把它改成这四行，等于是说开档变成下载档，下载那个东西啊。但是前提可能 request 你这个安装一下 pip install，OK。啊，如果说哦，因为之前有同学发生过那个 pip install 发生错误的状况，有可能最大的原因是你不只装一个 Python 版本，可能你装了。一段时间又 update 对不对？啊，一个版本两个版本，它找不到到底你要的是哪一个 Python 的版本，它不晓得要帮你把它装到哪一个版本，所以它会 confuse 会产生错误。所以呢，像我之前的习惯就是说，你在那个 pip install 前面哦，再指定说我就是要装在哪一个，比如说我就是要指定装在这个好了，那你可以直接哈，我们本来是在 script 里面找到那个 pip 去安装嘛哈，这里面有一个 pip。哦，这边哈，那你不要用这边，你直接什么？它的上一层，直接用 Python 去装。那装的方法就是说，你可以什么？一样 CMD，多一个动作就是说，直接在这边打一个 Python。然后多一个 minus 符号 M，好，跟他讲过，就手动指定，后面的话加一个 Python。后面都一样啊，install，好，然后呢，后面就 request 啊，如果装过，它当然就会提示你说已经装过了啊，QEST-S，OK，Enter 一下，然后就会确定说你有没有安装啊，如果有安装过的话呢，哎，有没有 already 了？好，它已经装过了，所以要跟你讲说，哦，你这边那个就是已经安装过，就不用再装了哈。啊，另外的话呢，它也会提示你说啊，你的 pipe 版本啊是18，我已经更新过了哈。不过现在又有更新一个19，啊，如果说你想要更新 pipe 版本，因为好像如果你完全没更新的话，如果我们那时候旧的应该是10而已，一下跳18，马上就跳19。啊，如果你要更新很简单嘛，它下面不是有一串吗？其实就什么 pipe 不 Python 啊，然后 minus m，然后 pipe install 后面。只是 upgrade pipe，那你可以什么？我后来发现哦，以前旧的版本按右键可以编辑，现在是编辑在这边，所以编辑你可以把它什么复制，然后到这边的话呢，把它贴上。那这一段话其实就是意思说我用 pipe 去用 Python 的执行档去帮我手动 upgrade pipe 的版本，啊这样的话呢，它就以后。好像也其实旧版，我记得安装也没差啦。你要不要更新？我觉得随便，这个不影响。只是有同学看到啊，看到那个有不一样颜色字就紧张了。其实不用紧张，不升级也没关系，升级也没关系。OK 啊，只是说好吧，既然要升级，我们就顺便 Enter 一下，他就帮我 upgrade 了。你会发现他就有没有帮我连到那个 server 上，并且帮我把它旧版 uninstall 掉之后再换新版啊，就这样而已啦。哦，其实也没做什么，只是说后面有个 P4 档自动帮你完成更新的动作，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啊，另外的话哈，如果说你假设你也不想要装什么 request 啦，装一些那个 beautiful soup 一堆有的没的哈，其实呢，你可以
参照那个书里面哈，一般书都会讲说，你就去装那个阿拉控达就可以了。不知道各位知道那个，那阿拉控达跟我们现在装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哦，那个阿拉控达哈，阿拉控达，哦，阿拉控达实际上哈，它也是蟒蛇 ，Python 也是蟒蛇。至于差在哪里呢？可能 Python 是小一只的蟒蛇，那阿拉控达是很大只的蟒蛇，是巨蟒，是这意思吗？就是全包，对，全包了。它等于就是说，把所有不应该装的帮你全部装啊。当然，我的习惯是不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明明我只是要那个基本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没用到那么多，你帮我全部包山包海，全部包进来干嘛？而且装起来要好几 giga 的空间，然后可能会装一些你不需要的东西。另外，你的电脑可能会慢慢跑的，好像感觉比较慢了、啊，当然这可不可以啦？其实这就有点像，他懒人包嘛，反正全部都帮你包了啊，你们可以自己选择啦，啊，因为我们证照考试，他们就是为了方便起见哦，所以其实就是什么都装啊，当然它也有分成所谓的那个32跟64版本，所以你 download 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边它有 download 的版本啊，有 for Windows、for Mac、for Linux。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你什么都不想要知道，你就把它装起来也可以啦。哦，啊，以后的话呢，你就是当然你想说，老师，那以后我这个 Eclipse 怎么跟它串哦？很简单，你一样去把它指向给它就可以。就是说，我们这个 PyDiv 里面的那个 Interpreter 里面哈、哦，这边呢就是 New 的时候，你就 New 到那个 Anaconda 的目录就可以了。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用 Quick Auto Config。就是它会自己帮你抓到，如果你有安装 Anaconda， 它也会侦测到，那你就把它加进来，就变成说你用的那个里面的函式库就是用 Anaconda 啊，那个好处是它全包了，你也不用去知道。不过我是觉得还是要知道一下怎么装，不然 Anaconda 有一些也没装，那你还是要手动装。那如果你没有学过手动装，那你那个部分就不 OK 了。好，给大家是这样跟各位说明一下啊，那。至于就是说你到底你这一台电脑里面有哪些有装没装哦，其实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 Eclipse 下方这边就会跟你讲了，这个是我们 Python 的目录，那里面的话有一个叫 System Library， 这个 LIB 就是函式库 ，S 就很多函式库，那它会装在哪里呢？其实装在 Site， 就是网络上面所下载的套件，通通放在这里，所以你把它展开来，你就知道说你电脑里面装了哪些套件了。啊，其中有一个应该就是我们要用的那个 request 的套件哦，这里面应该就可以找得到了，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啊。我有在那个网络上，我有在上面有拍图了哦，不过它应该是放在那个 URL lab 里面的啊 request 在这里啊，所以特别注意哦 ，request 是一个 py 是一个 module 模组，它是放在这个套件里面，所以它的概念是这个是一个套件。这个是它的模组，套件模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写模组。那你想说，老师，那我的套件，我们的套件在哪里？其实我们的套件就是这个 src 啊，因为我们懒得去命一个新的名称，所以我们干脆用预设的名称叫 src 套件模组，套件模组。所以以后的话啦，反正你就讲很套一个套件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个模组，有没有？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啊，而且如果你要打开 request 里面它是 open source， 你也可以看一下，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那如果 request 确定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用 get， 有没有？它一个方法，把刚刚的网址贴上就可以了。哦，啊，贴上之后的话呢，再来的话跟他讲说我的 encoding 是 UTF8， 哎，所以其实哈、哦，差别跟开档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是一个是开启档案，一个是开启网路上的档。网络上的档案其实也差不多了哈、哦，啊，程式基本上本来是三行，你现在改成多一行哈、哦，等于是说你把这个HTML 的这个物件，它里面的 test 点 test 属性哦，特别说 HTML 物件里面它有一个属性才是真的装里面的资料，叫 点 TST， 那 TST 里面放的是字串嘛，所以我要 split 它，那 split 的话呢，我这边是。我记得好像我没有加反斜线好像会多一个反斜线，所以我就多一个了哈。那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些东西全部底下的程式都没有变动，
就试试看好了。其实执行的话应该也 OK， 执行，哎，有没有？就直接抓了，结果一不一样，一模一样的哈，所以没有什么差别。那只是说呢，未来哈，你这个地方当然你会可能还会需要延伸学习，就是说，你要一段时间自己去抓啦，所以你可能要写一个什么自动执行的方法，哎，看有没有办法一段时间，可能一个小时去抓一次，一个小时抓一次，一个小时就帮我。那存的话应该存哪里？要不然就存资料库。可是未来如果你觉得存资料库太复杂的话，也许你可以把它输出成 CSV 档，有没有？哎，存下来的东西，存一个 CSV， 存下来的东西存一个 CSV 哦。也许这两段的话呢，请各位哦可以试试看，就是存资料库哦。所以这个东西抓下来了，哎，请各位再把后面的部分塞到资料库里面啊。塞资料库的话，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所以我底下也有讲，就是将结果哦存在 SQLite 或 MySQL 当中了哈。啊，你就把这些东西分别啊做什么呢？其实也不外乎就我们之前讲的，不外乎就建一个资料库哈，叫 PN2.5.DB， 然后建一个这个资料表，然后总共五个栏位。分别把这些东西呢下载之后，把它 execute 进去资料库哈，然后呢，并且怎么样，再把它重新查出来，好。啊，至于怎么写，假设我要写一个 CSV 啊，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哈，最后把它 write 出，因为证照考试题哦，它不是写到资料库，它是写出成一个 CSV 档，啊，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些写成 CSV 档的话，你可能就是要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 print 出去直接 print， 那，你可以怎么把它改成什么？改成一个，我前面有讲过，你可以把它改成，我不要先 print 出去，我要把它改成 C。C 的话等于什么呢？后面记得要有个换行，因为 print 有个换行，你可能要加一下。啊，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C 加等于，好，然后把后面的东西串在一起，就是先加一个什么呢？栏位名称换行。然后再把东西全部串在一起，最后的话呢，你就记得这边还要再加一个换行，因为 print 有换行，这个没有换行，反斜线 N 就加一下哈。然后最后的话呢，我们再把它 print 好，如果串在一起 print 的话，看一下，应该这个也 OK。那你想说为什么要加一个 C 哈？这边是这样的。对，这个 print 没有好。啊，你想说为什么要先串成一个 C 哈？理论上，因为如果你串一个 C 之后，你就可以做一件事，什么事呢？我们前面有一个 FW 嘛，等于什么呢？我先跟他讲说，open， 帮我把它存在，这套考试叫 write 啦，所以我们干脆叫 write 啦。你打习惯之后，点 CSV， 然后呢，逗点，跟他讲说我要存档 ，OK 哈。啊，至于编码方式的话呢，因为我只要 Excel 打开，不要乱码，所以你后面不用打，哦，不要打，没事打 UTF8， 反而打开变乱码哈，哦。然后最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怎么样，就利用那个 FW 这个物件，它有个方法叫 write， 打开，然后呢怎么样 ，C 放进去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帮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出去了，所以你发现写出个档很简单嘛，哦，然后就把它执行一下。除了说可以把它 print 出去之外，并且哈，把那个结果哈，这个有一个错误 ，print C 这边哪里有错呢？打错字哦 ，OK， 好 ，WRI 应该是 RITE 哈，好，所以都是小错误哦 ，OK。好，这样的话就输出。我们看一下，理论上这边按右键 refresh 一下，我是写在根目录里面啦，所以这边有一个 write 点 csv， 打开一下，那就会用什么？用 Excel 开启了。所以当然呢，如果你最简单输出成那个 Excel 可以开的啦，就 csv。如果说你比较龟毛一点哦，你希望怎么样让它真的变成 Excel 的话，你可能要再汇入那个 Excel 的套件。它就可以真的转成 Excel， 只是说那个又多一个延续啦，我在云端上有放啊，只是因为可能今天我们课程哦没有办法讲到很后，不过我想后面就是师傅领进门啊，真的剩下来哦，
修行在个人，我只是把我的一些方法告诉各位啊。至于那怎么延伸出去，都是这一套东西。答案怎么来的，其实就是自己要找答案。那我的习惯不是说 Google 随便找一找贴上就算了，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那以后才会用啊。不然的话你每个人这边一堆那边一堆，那最后凑在一起说那都不是你的东西，以后跟你也没有关系，错你也不知道错哪里。但如果你每一个都部分都是自己写的，你会非常熟悉，错马上就一看就知道了。我想应该慢慢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啦。我写程式绝对都不是那种，所以我不太喜欢人家就是说这边抠一点那边抠一点，然后最后都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发生问题的话，如果问我当然我就有时候当然也会比较那个直接讲了，当然主要是希望你们真的是可以学彻底。不过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程度还不到那里，也许你暂时用 call 的也许可以，但是不要 call 一下 call 那么多，就是慢慢 call 一点 call 一点啊， call 也要顺便了解一下为什么。好，那这边的话呢，最后当然你放在那个 Excel 里面会有个问题，因为我们中间好像用 Tab 它好像全部拿掉，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最后假如说你希望那个 Tab 部分假如说呢能够把它变成什么这个 Tab， 如果你希望输出这边看到是 Tab， 那丢到档案不要是 Tab 的话，那你可以什么用一个方法replace 有没有 replace， 把里面的东西怎么样如果反斜线 T 把它改成什么，改成逗点就好了，这样不就 OK 了，对齁。所以其实没有动很多地方嘛，反正你写过你就大家会知道，你就会有那个 feel， 你随时一个念头答案就出来了。啊，就要把它 write， 因为 write 就会复写哦，所以直接把它 write 出去啊。输出是用那个反斜线 T， 但是呢，这一行呢 write， 好，因为我现在正在开启，所以我现在是开启状态，所以它复写不过去，有没有？它这个是那个permission， 就是它的写入的权限。没有那个写入权啊，这样 OK。因为如果你是开启的嘛，它现在在 memory 里面，你没办法把它删掉，没办法把它复写。好，那如果复写过之后看一下，理论上应该就会是逗点啊。剩下我想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我把重点再提示一下，一，我们就是把那个什么呢？现在就 OK， 只是说它的宽度不足了啊，这样应该就一二三四 OK。好，那重点回顾一下，一就是我把那个开档的部分改成网络下载啊。二的话呢，再帮我把它写出成一个 CSV 档。那 CSV 档有个重点是，它本来是 tab， 我希望这边看到是 tab， 但是输出是要逗点，那就用加一个 replace。好，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